今天好像有一点热哦。对哦，哇，你的妆都好像融了嘞。妹妹，哟，你的粉擦都这么厚的，你会不舒服啊？哪里有？我是淡淡的擦了一些松粉而已嘛。有啊，我从这里都可以看到了。都说没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以为粉擦厚一点啊，就遮不到你的皱纹是不是？皱纹。 是啊，不过不要紧的啦，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这样的，什么皱纹啊，脸皮松弛啊，下垂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呦，什么没有关系啫，我的容貌关天哦。这样哦，不要紧哦，听说这里有人在做 facial， 要不要去了解一下？嘿咩，当然要啦，在哪里？快点带我去啊！啊，是住家美容哦。 最近政府啊放宽条例，很多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植物里面进行美容美发服务，然后就是这间。啊 ，Hello，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人在做 facial 的？是啊，可以针对那皱纹啊，还有脸皮松弛啊。我朋友，哎，我们两个都需要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好，我先进去，我先进去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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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。来。 你是怎么样的服务哦？哦，这边哈，因为我在家是做美容服务的嘛，那么呢，哎呀，来给你们看看我的服务。好。哦。当然有一个是基本的啦，美容服务呢。哦，是 facial 啦。是。那么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刮痧。刮痧。对呀。刮痧不是平时我们腰酸背痛啊，肩膀疼痛跟你刮痧，马来人用。 汤匙跟你刮痧，这个是在脸呐、啊。对，这是脸。不过呢，这个不是马来人的那种，这个是中国的水牛角。刮痧可以用在脸部吗？那不然那用在背啊，会淤青的。会有我们会的。啊，那个是去风。刮的不是整个脸都会融吗？不会肿的，这个是因为它促进血液循环嘛，那么你的脸就有光泽、光亮，那么看起来比较红润。 那么皮肤呢会更容易吸收产品，你的皮肤会更好、更美、更娇柔，不会破皮吧？不会破皮的。那这个脸部的刮痧最特别的功效是在哪里呢？你可以看到那个皱纹和细纹哈会减少，甚至细纹都会不见。对，而且它可以 last for about 2-3天，因为我刚好有个顾客在里面做刮痧。 脸部刮痧的收费如何呢？一次是70，不过如果拿配套的话，就是一次60。每一次刮痧要花多长的时间哦？从洗脸到刮痂大概是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钟。因为我还有跟他们修眉毛。哦。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刮痧道具。一定要用牛角做的才可以哦。 其实市面上是有很多种啦，也有玉做的、啊。不过比较经济实惠的还是牛角了。一个这么简单的刮痧动作就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哦。你看到他的脸已经开始有点红润了，不是血液循环的效果。你是不是用很大的力度呢？对啊，会痛啊，你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大，可是它不会打你。哎呦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刮痧呢，力度很重要啊，尤其在脸部啊。 太轻也不行，没感觉；太重的话会伤到，是不是啊？太轻也没有效果。是。在中医角度而言，刮痧主要是刮拭病人经脉以及穴位，以达至排走毒素和治疗百病的一种方法。同时也能活化细胞，这么一来，肌肉和皮肤都得到滋润，皱纹减少，就可以取得养颜美容之效了。 秀玲，真的是谢谢你哦！今天我又懂了多样美容的抗老新方法了哦。谢谢你啊，下次我们找机会来试一下你的刮痧美容。可以，没有。